係任力量暫時我哋所知咧被拘捕，就係頭先宣讀嗰十位亦都有其實喺度啦。被檢控拘捕係被拘捕就138人。係而家會落案起訴嘅咧，暫時啊今日咧未通知會嚟，即係要落案嘅話咧，就係有10位人嘅陣線。係啦，咁另外9位嘅咧，我哋就全個名單我哋唔清楚，但係知道係可能係另外一批嗰晚嚇即係有另外一批示威嘅活動嘅成員。咁佢哋而家可能喺香港仔警署嗰邊受訓，係理解。警方喎，一問律政處喎，我哋好難幫佢答到呢個問題嚇。問啊，阿人龍仔啊！我哋甚至當然對佢哋進行即係檢控嘅落案起訴嘅，表示嗰班滿意啦。大家見到啦，即係其實有兩個立法會議員，一個區議員被政治檢控嘅一個咁樣嘅場合咧，都冇主流媒體。好少啦，唔係冇啦嚇，極少主流媒體嚟執啊。有啲去咗香港仔啊，你就會明白，即係香港而家係幾咁黑暗嚇。但係人民力量係唔會退縮，係咪？